国青岛时尚体育产业大会呢，是12月10日至12日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和城阳区的新疆温德姆酒店举办。将以挖掘体育产业时尚的元素，促进体育产业转型升级，提升岛城时尚生活品质为主要内容，分主题会议、产业资源推介、体育产业培训三大板块。12月10号的上午，我们将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产业大会的主题会议。会上，国家体育总局将对青岛两家体育产业项目进行授牌，山东省体育局将对外发布精品赛事的名单。12月11日，在城阳区新疆温德姆酒店举行的山东省体育产业优质资源推介会，青岛100分钟专门推介青岛的互联网加项目，包括体育项目、媒体项目、赛事项目以及我们的产业项目。12月12日，在城阳区新疆温德姆酒店举行山东省体育产业培训会，解读体育产业有关政策，解析体育产业的发展思路。12月11日的晚上7点到9点，在新疆温德姆酒店举办产业合作沙龙。